近期在追《如懿传》的观众应该知道，剧中的令妃上线了，而令妃的扮演者正是演员李纯，她是演艺圈新生的小花，在许多热剧中都有出演角色，《花千骨》中的倪漫天，电影版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素锦。这么说来，大家是不是对她会有印象呢？李纯早前也出演过张艺谋导演的两部作品，李纯长得很有气质，这大概是从小练习舞蹈的原因，长相也是十分素雅的。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李纯在穿搭，在机场 look 中，李纯身穿一件露肩的白色条纹衬衫，搭上一条黑色的开叉半身裙，整个 look 显得十分甜美。而李纯肩上的金色链条包包与整个着装在色调上也是十分相称的，李纯这样的着装也是日常女生会有的穿搭，既能显得身形较为高挑，又是特别显瘦的。在活动上的李纯身穿一件白色印花 T 恤，搭上一件黑色皮外套，搭上一条黑色的皮裙，再有就是脚上的黑色短靴，让整个着装有种酷酷的朋克风。半扎丸子头的李纯在这样的 look 下显得轻松又不失端庄。不得不说，李纯的皮肤也是相当白皙的，不同于上一套的轻松休闲风格。在这次活动上的李纯穿着更加有正式感，一袭蓝色长裙上身显得十分优雅，而衣服也是很有特色的，裙子上半身是布满亮色的珠片，而在下半身的珠片则是星星点点的点缀，看上去有种星空的感觉，整个画风十分甜美。在发布会上的李纯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，裙子上是白色的褶皱设计，扎起丸子头的李纯在整个画风衬托下更加甜美动人。